像文书他办公的人，就是干训班的那个行政人员，就在里面办公。是，因为就在这里，就摆在这边。我之前更早一点，还在，还在啊，现在都拿走了。那个山头上将近大概有100人。这边不会，这边很好。对啊。我们后来就跟着。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是大咖，这下不得不承认了。我想说那么多人哈，咱们再怎么样我也不会是大咖、啊，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是，好会滑，还直头跟他比那好。
的喘气声啊！这个一定会喘的啊！再来啊，就会想起我们曾经在这上面走过。楼梯啊，进去里面了。里面可以走，上面也可以走。从里面，里面。山的山遮住了，那那个手手上面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很好，哎，再一张再一张，很好很好，哎，再一张再一张。哎，看看太阳，看太阳，阳光，看太阳，你的脸才不会黑，脸才不会黑，啊对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。放了放了，我们走这边好了。啊，你们要继续哦。对对对，我们要继续。我们要继续啊！继续啦！我们直接放弃，承认胆子小。因为这边是往下，然后说往下还好。哦，都是往下的啦。反正最难的已经走过了嘛。对，那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而且现在比较凉爽，不会那么热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就放轻松一点好了。放轻松一点，走原路回去好了。哦哦哦，放轻松一点，走原路。古道下去，那有指标嘛啊？好，这条路而已。OK， 谢谢。骑摩托车。对对对。这边下去，这道岔路就是左边。左边。好，谢谢。啊。今年那个，看真的还真的来讲是还快。嘿。所以这叶子看起来都有点干干的这样，哎，可是还有生命的，也不错。然后小池塘都没有。台湾今年春天差不多这样。这样啊？对啊。又到这个可以截五分钟，五分钟一段吗？本来想一下。哦。哎。结果我们今天就碰面了。嗯，择日不如撞期啊！来准备房子啊，那这样很好啊。中午啦，哎，几人弄一间啦？恁家准备了，将一间真好，我嘛买。不过我那个老要很近，嗯，要规划。
哦。来看这边，没有没有录影，这是录影，就当作结束了今天的、登山活动。谢谢，谢谢陈大哥，哎，谢谢大家。下次要玩第二代约起。好 ，OK。